那是假的，那是骗人的，那个有毒，真的不可以，那是有毒的哦。我们今天来上节目是来延续十年前的情缘。天哪，那是谁啊？十年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谁？等一下，十年前女主持人是谁啊？等一下，是有换过的。等一下，你有去改变你的容貌吗？哎，我都怀疑到底是谁了，好可怕哦！哎，我那个脸吓到哎。对啊，不可能，很难得一张照片出来是在看人，而不是在看狗。可能啦。哦，真的十年呢，十年前的这个节目的第一次录影，我们就来参加。就是他，不是哦，那个 Cherry 已经不在了，那就走了。他走了之后，就是人家那个看我那么伤心难过，就送了把乌鱼子送给我。哦，对。那他们现在延续，因为之前 Cherry 他都是一直在学校宣导生命教育跟做公益。对。那他们现在，我有四只黄金猎犬。嗯。那他们现在做的公益又另外一个不一样，只要有毛小孩，即使我们不认识的毛小孩，需要输血的时候，甚至有一次我刚好在新竹就跑业务的时候，接到电话，我们立马冲回台北，哎呦，让他们捐血。哦，怎么？对，因为狗狗的血比石油、比黄金都还贵。哦，真的。但是我们是分文未取。哦，对哦，真的做善事，只是为了要做这个好事。因为我觉得说施比受有福。Cherry 爸爸，来上来，厉害，坐下。他稳定度很好，对，开始坐下。阿姨，打开就开始。我在跟你讲话，坐下。不可以哦，爸爸说不可以。等等哦，不可以哦，那是假的，不可以哦，嘿，不可以。还没，这样算吗？还没。爸爸说不可以，那是假的，那是骗人的，那个有毒，真的我没骗你。那吃了会死翘翘，不可以哦，哎，不可以，可以。爸爸说不可以，你必须离开三十秒。爸爸说不可以哦，不可以哦，不可以哦，真的不可以，那是有毒的哦。有毒，假的。事实证明有毒，他还是要把它克死。太饿了，太饿了。44秒。OK， 打开。我要开好。慢慢。等。好，等哦。等一干，对来说很简单了。等的鼻子会这样动，好可爱。好厉害。大家在闻牛排吧。左右动。对。好啊，你自己说他很厉害的哦。不要，不要增加难度。等，我那个表情，那个表情，早知道就不要说了。好，你必须离开。我离开了，好等哦。好可爱。我等哦。我等，等哦。好无助哦！我到底要不要吃？他被带来台北录影，面对眼前一盘牛排，却不能吃。现在也看不到妈妈。我不是妈妈。哎，他舔而已耶。哎。好紧张哦！你很厉害，你长得实在太像蝙蝠了，真的很像蝙蝠。你不吃吗？好吃哦，牛肉好好吃哦，嗯嗯，对啊，yummy yummy耶，香的，你看好香哦。2分钟过关。这种观察对他来讲，来再表演一个，叫他吐掉，吐掉，吐掉，他会加码，对对，加码吐掉，道口的肉他怎么可能出来？阿爸等哦，咬住，好等，吐掉，哇 ，OK， 好强哦，好强法哦，我一直来喽，哎，他有个好处，他个头高，他马上也看得到，哦。
这边这边开始，耳机过来，爸爸叫，对，爸爸叫过来，哎呦，这边耳机过来，这边耳机这个位置这边，哎，你不可以，你转过来，转过来这边才对，好，过来，耳机过来，对，他没有视线，耳机过来，遮蔽物，耳机过来，来这边过去，耳机过去，真的不难呢，耳机这边过去，耳机来这边，耳机来这边。过去，你过去，耳机来，卡关，卡了，耳机过去来，过来这边，对，也没有哎，完全，耳机过来这边，爸爸叫，哎，对，因为他真的比较高了，25秒。